在接下来这一轮中不允许进入选手的房间。这不是惩罚，这是奖励啊。我的妈呀，明明游戏是冠军的。我现在觉得旁边有点压力。我怎么不是？我也没挂你这里。你好厉害哦。千玺在里面呢。所以你关上房间的灯，抚平他的伤口，韩庚。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我的队。你必须手持喇叭发表你的爱的宣言。说啥呀？还要喊出来跟所有人听见。我是千玺。你走开了你。你 got it, you got it, Jack. Come on. 先来了先。等一下，但我中文程度不好哎。哇，你看了。哎，我可能拖累你了。没关系。刚刚不是两次性。You got it. Got it.中文，中文，中文，英文都已经说对了，你还中文？Don't copy me, okay? I'm not copying, man. I'm just doing my own thing. I'm just doing my thing. That's all. I'm just doing my thing. That's all. You know, my thing, my thing.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可以做得非常棒的一个队伍。成功加入吴建豪战队。我期待看你们的作品，帮你搞定。这次跟千玺聊的比较多，要争取的要去争取，但还是会替另外一个人，也开心，也是鼓励，一种小联的那种团结，团结起来，还挺好玩的。感觉像在拼，你知道吗？你的背后后脑勺写个拼字，我唇膏都掉了。在所有开放的四个房间，你不能用语言跟他们交流，只能用肢体动作。필요해요너필요해요나한국어얘기할수있어你看看待会会不会要你？小猪，你要选我的话，苹果糊给你。苹果呢？我把苹果吃了。我把苹果吃了。这个吃了啊？吃了。你知道？啊，好。32号房间的成功加入罗志祥战队。吃下去！吃！你给我吃！这个会上热搜啊！韩庚吃苹果的籽。